大家晚安。好，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地盘，在台中，今天要来一个特别的特辑，我要来台中宵夜吃什么？因为我们之前有拍过一次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超多店没开，我们那天失败了，就我们找了很多家，但是几乎都没开。因为刚好看到芊芊，看到芊芊拍台中宵夜，我想说我们不能落人后，对，我们就决定重启这个企划。宵夜的定义就是从10点到4点，对，对，我们一起拍台南宵夜，我们就从10点开始吃，吃到4点，10点之前叫晚餐，4点之后叫早餐。所以我们先来吃第一家，我们现在人在山西路，还是要发下台中红包，台中红包，台中红包。给啊，所以算宵夜吧。他很宵夜了，但是他照片好不错，好跟照片一样哦。好，我这个晚上不用睡了。哇，这个看起来真的好厉害哦！神仙打架，好厉害！神仙打架海鲜粥，哇，好香哦！有没有闻到？这边，谢谢，谢谢小心。噔噔噔噔，拿一个碗，自己试一试。哎呀，不是啊，我们的龙虾在哪里？这里。哦，这只啊，换这个，第一次用就是公筷啊，那这个换你，哎呀，哦，一球，怎么了？有点掉漆，他照片是放生的，这宵夜是一个人吃一碗好爽，就吃一碗就不用睡了，这回去一定要什么目的？那要干嘛？这么大，超大颗的，你这鹅啊，我敢吃鹅啊，我是敢吃鹅啊，好肥美哦，那你多吃，在这里还有挑战一下，不会很腥的，好吃哎。太饿了，里面料超多哎，料真的很丰富哎，有鱼皮。对，现在一碗是499。鹅啊，主要是螃蟹吧？对对对，海鲜。但那个龙虾有点卷曲了，就没那么好看头。我们知道龙虾，你们有看过那个吗？以前是穷人在吃的东西。我知道，因为它很硬，不好食用，就被视为是那种穷苦的象征。不是有黑奴吗？还控告法院，然后有一些州就说，你一个礼拜只能够让你的奴隶吃几次龙虾，不然就侵犯人权。就是吃龙虾变成是一种不好的惩罚。对对对对对。在我室友确诊的时候吃的。嗯。因为有味道。对，所以我大概两个差不多。两个人喝的。我们才是去吃那一家。对，你喷爆了。他应该有工具在那边。那我们为什么不拿呢？我以为你们喜欢这样自己来的感觉。啊。哦、你好强哦，你吃啊？完整的、欸、哇、哦，好强哦！那你刚刚那么可怜，蟹肉完整的、欸，这就是在螃蟹哥里面看到的。好啦，吃光啦！走，下一家，下一家，还蛮好吃的，我觉得。一只头哎、欸，一头牛。黑绵绵的猪。哦，是啊、哦。三只吧。对啊。一头鸟。接下来那一家我真的很好奇，我实在太常经过，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吃过，然后每次去都在排队。附近的朋友跟我们讲说，他就是卤味很有名。妹妹怎么了？妹妹怎么了？鞋带掉了，鞋带掉了。等一下，认真绑鞋带。鞋带比生命还重要。欸、真的来了。你算是来得很及时哎。刚好就是没有帮我们排到哎。没有，我刚。在隔壁买红茶拿铁啊，你要喝吗？那理所当然的。对啊，如果我排到，我要买。他不可能排到啊，因为我们说45分会到啊。等，你看一下现在几点？48。现在48吗？有一个例子啊，他想要去找杨贵妃，于是他就穿越到古代，然后看到杨贵妃之后，他就变唐朝例子。什么饮料最好玩？喝剩的饮料。喝剩可以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啊，排队排队！你知道铁达尼号应该要跟杰克跟罗斯讲什么吗？铁达尼号应该要跟对罗斯对杰克说些什么话吗？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时沉默，全都怪我搭不起来啊！谁要跟谁玩？跟你吃啊，那我跟你吃。那我跟小勇可以了。哎，不不不，等一下，总经理，我要跟小勇。不要。到底卤味的厉害的，等一下来试试看。我要坐那里，我跟他有那边吃啊。你个人有你爱他啊、哦？一点点，只有一点点。你是零号。我是二号。如果里面的超会。会很多吗？就是很入味。你刚刚吃金针很入味，谢谢。好快哦，哇，好大块哦！这一碗多少？我知道。汤好喝哎。就这样。还要掉呢，掉掉妹。掉掉妹。他是自己跳出去的。好啦。很嫩，这肉超嫩。这条肉很好吃，当然它不是卤味厉害啊，它是切面厉害、啊，整体都厉害。不愧是名店。那一个人有名叫什么？名人。纳鲁托。沙斯克。它的海带很好吃哎，对啊，它的海带很入味。
对啦，观众就是喜欢你这样，脖子很赞，那个皮好嫩。对啊，我跟你说皮很赞，它外带比例好高。对啊，我觉得吃完这个我就想睡觉了，因为很温暖。难怪大家都带我去吃。好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加点米酒。这真的宵夜很好，宵夜极品。它鸭头其实很好称，因为它肉太软，你就吸一下那个肉就吸起来了。对，它肉都很大块，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它很红的一个其中一个。人家猫叫奶头，这一直叫下巴，一直叫肚脐，叫奶头。它怎么没有龟？龟先生，龟先生。哦，行啊，拜拜。五点半要起来，所以它强制退场。往哪里跑了？这家很好吃哎，这家很推，就是很推，后来没有排很久。然后内用位置其实没有很多，可是大部分人都是外带。对啊，刚刚发生的事跟着我被传了啊！重点是要超有自信的，傻眼。现在来到猫咪咖啡厅，这里有一只，这里有一只。完爆完爆！看他们嘞。出来了出来了、欸、真的是为了开门然后出来哎，我妈的哎，开门开那么久干嘛，好疗愈哦这个地方。对啊，嗯，真的，那我也要下去，下去哪里？哦，舒服，听起来啊，听起来啊，最高傲的也被征服了，被弄你征服了，是一个很疗愈的地方。如果你今天工作压力很大的话，然后又不想吃那些宵夜负担很重的话，来这边吸吸猫。我觉得神清爽，神清气，神清气，神清气。点啊！好，我不点甜点，感觉也好吃。小海，小海再见，拜拜。好赞啊！这间在哪里啊？太平。太平，你都已经到这里了，你又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哦？真的是被抓去卖，你都不知道哎。以猫咪宠物餐厅来讲，咖啡是啊，咖啡多少钱？这样子点？你那边100块，我这边100，你那边100，你的130。哦，那也还好。对。好了，我们要去下一家了。Go 来中华路夜市，我们有拍过中华路夜市。中华路夜市有点小作弊，因为中华路夜市的宵夜其实很多很多，整排的营业时间都蛮晚。然后我们今天来吃一个上次没有拍的，它其实是后来才开的。对啦，而且我们上次拍的时候它也没开。对，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吃。好不好吃？不好吃就跟大家说它不好吃。那美女叫139，好，我是美女。美女，不要那么没自信，说不定是在跟你讲。37，下次换你点餐。上次还是要穿热裤。露一个大长腿，我们就拍他的长腿。我就说，肖伟彤真的是为这个节目尽心尽力，让大家累的话。然后下面就有留言说什么，那时候刚好机台没有事情，他说就是有你们这种人啊，是不是？啊？我说所以现在是说我们是 only 有意思。那那天屌啊，他最后还朝天瞪呢。多好。对对对，再见。我们的吗？谢谢。谢谢。真的我会做了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刚刚还听到，我讲实话。谢谢，拜拜。他今天我给推，因为他说你真没诚实，诚实啊，而且很好吃呢。真的，这样多少钱？139，139，139。他如果小的6寸是89，这感觉很烫呢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哦，很烫。好吃吗？好吃。可以推了吗？半夜可以吃吗？不然吃这很爽哎！今天的宵夜怎么那么罪恶？一个人一箱酒可以啊，可以下酒。干嘛要？对啦，很合理的价位。对啊，底部是饼干，烤得很酥。而且你晚上吃那么薄的，感觉就没有那么罪恶了。哦，没那么负担感。所以你如果吃厚的，你会觉得哇，变本炸弹。宵夜吃这个也很棒，它开到3:15。中华路开到半夜的很多，但其实12点左右也开始有一些店都开始慢慢在收了。对，它也是算晚的。哇哇哇！两个人不护士，我等下帮他擦嘴巴。突然有一种秦贵妃的感觉，哇，他面皮好香哦。对啊，他的面皮不会让你留下来，要不要再去买一个？赞，还不错，还蛮刷水的。开一年多而已，大家可以支持一下，蛮好吃的。对，而且他很诚实。买进去看电影。可以耶，日新可以。之前不知道谁干嘛打翻什么东西，昨天手上掉下去的东西多不胜数。好像也是。二点啊，下一家，现在来一家，开到4点的，有点像是咸酥鸡跟泡沫红茶的结合，就是晚上可以来这边玩狼人杀的感觉。对，年轻人会聚集的地方，我觉得鸡茶大队超多年轻人，而且什么，真的可以排吗？男生压倒性的多，结果还挺时尚的嘛，价钱好亲民哦，很亲民吗？很亲民啊，就会开始。我来看一下，糟了糟了，不要让妙
可以拿到菜单。我这个小手准备好蜜汁还是蜜汁？就是它是蘸的那个嘛，那随便你们，又不是我吃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你不能吃，你一千那么多干嘛？然后我要香柚气泡，我上次打翻了一杯，我最近是打翻东西耶。你有乐乐病？知道了。这在哪？在宗教大附近，我家要6分钟，离我家比较近。我家近了也要5分钟，骑车9分钟。原来是在中间啊，大家家的中间。对，哇，我们这样吃这么贵啊？也还好啊。6个人，1、2、3、4、5。还是你？我真的觉得你很屌哎。小彤在发呆。饿了。原来是饿了。没有饱吗？蜜汁鸡块，超级爽啊！很香，酱香。我先吃完再给你们吃。好了，你先舔一舔，我帮你吃啊。那瓶那边是酒，他们还会醒来。他醒了。哦，那你说不定可以哦。我跟你讲，他的不行。那你这有什么？有红茶奶盖的。哦。不是来这种地方就要喝这个吗？好建成哦。很漂亮吧？很漂亮。对，就像这样，没喝到东西，那就可以演偶像剧了。然后男主角帮你舔掉，男主角是用手挖抹掉。你要看，你要看对方是谁啊？对方佐藤健可以吧？佐藤健用手可以，那谁可以用嘴？嘴要看怎么舔。如果是这样舔，很奇怪。如果是这样舔也很奇怪啊。对，这样舔也很奇怪。如果是轻轻的这样就还好。很认真讨论这件事。对，这样就还好。对啦，像这样啦，可以舔了吗？他嘴巴都不张开。对啊，滴出来，滴出来，又滴出来了，又在流了。你怎么又盆又流？深夜节目，我连花生来了。哇，真的好好。6块，他这有6个人是不是？对啊，知道。哦，又是6个人的意思哦。拼盘，谢谢。还博美式的吗？他们都说我是精明的。欸、我同事给我们这个频道做了一个注解，我姐进熊了呢。你是不是脑海里有自己的好朋友？到了吗？嗯，个屁呀、啊！奇怪，怎么奶盖都没有减少？好，走，不要再玩了，然后回去睡觉了。继续往下移动。好啊，这是一家非常适合网剧的店。而且它很安全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不会发生什么事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对面是警察局。我觉得那边警察局真的好近哦。你刚刚为什么不尿？下一家可能没有厕所，你先去上，先去上。跟我说我的尿有点下去了。哦，他把胃部的水摇晃到膀胱里。接下来这家是我们上次宵夜的时候也要来吃，但是因为疫情他没开，一直对他很好奇，因为他有一道菜叫猪肉滑，还有烧麦呢。烧麦叉烧包，他说多点起司大饼啊？啊？哎，好像是耶，是不是这个？对啊。来咯，哦耶，有那么多、哦。怎么一起要救多一点呢、啊？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看起来好像不太像丸子，感觉就是有用粉和在肉跟肉和在一起，好奇妙哦！真的吗？什么个奇妙法呢？奇妙妙屋。似丸非丸，似角非角。对，它里面是有包东西、啊？没有，它一整个是一样的口感，猪肉加太白粉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它外面是 Q 的吗？对 ，Q 了，它整颗是 Q 的。水晶饺一样 Q， 没有，台六不是饺，它不是水晶饺，完整均匀的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，非常非常的均匀，非常非常非常的奇妙。怎么做的、啊？而且它一碗真的很多颗，有没有30颗、啊？它里面长这样哎、欸？没有，它里面外面根本没差别。肉纯瘦打的肉酱，哦，他们觉得很特别，很特别，好吃。好吃啊，好吃。第一个还算是卖最好，第二就是蛋饼啊。哦，我必须得说，这个汤很好喝。它的肉的味道怎么都已经在汤里面。它应该有，这算是普通，但是很特别，因为它就是把蛋饼把它皮弄成酥酥的，它就你讲到超矛盾的，你要不要回去看重播？这个很普通，但很特别。料很普通，做法很特别。对，蛋香跟煎那个面皮的香。那大骨汤哦，好喝哦，有没有听到？他说的料都是蛋饼的东西，那就是煎房跟白房不一样。对，哎、啊，不能有蛋饼啊，你小心，哎，留着蛋饼。抱歉，有点像葱油饼加蛋了、啊。啊，对。他讲就对，我讲的不对。不是啊，他就真的叫蛋饼啊。那跟葱油饼不一样。味道有点像葱油饼，因为它很多葱，葱放很多，因为它葱放很多，屌了，哎、欸，不要这样，你把它拖在汤里面，它会变烫。
等下玩食物，然后放在泡温泉哦。不是你刚刚那是什么意思啊？来帮我保温呢、啊。好贴心哦。对啊，就擦一泡就出来了。对，这个肉花好多哦。对。你点一碗可以当主餐吃。我就觉得它这个有30个。55。算蛮划算。吃完了。好吃，挺特别的。这怎么没有火锅店这样做啊？我觉得应该可以出现在火锅店的东西。我觉得可以，蛮特别的。好，现在时间是几点？2:41。然后我们找到一家很荒唐的手摇店，它既然现在开着，这个作为宵夜不给它捧个场行吗？作为宵夜特辑。真的是手摇哎，太猛了啊！难得那么晚可以喝到绿茶火锅。果汁有推荐什么果汁吗？推荐什么？看你喜欢喝什么。早茶，有草莓，今天先拿。那我一个番茄蜜，是不是找麻烦了？那凤梨汁，不是啊你。喝番茄我找麻烦是不是？你们真的开到5点了？现在有刚好会开吗？哦，所以我们是刚好遇到的人要来拿。对，因为我现在要先拿蛋糕，就是别开的蛋。哦，我运气很好哎。那他们睡觉时间是几点？你真的是，是不是没有被打过？太手熟。饮料店现在多吗？你如果开平台的话，我原来半夜的手摇市场这么需求量那么大，我真的是想不到哎。根据这些外送订单，可以判定它是货真价实的宵夜。感谢，谢谢大家。哇，哎，它很大声哎。那我刚才这样叮一下还好吧？不是啊，它过了就抓不到。那不然你边跑边叮啊。当时怎样？施法、啊？哦，酸梅汁。它是新鲜凤梨味，有没有看？哦，很新鲜。嗯，我觉得我在凤梨田里面了。这加优格应该不错。哇、哦，这么好、啊！好吃哎、欸，真的。嗯，对。哎、欸，你是？欸、你偷鸡摸狗、欸，你这冷不行哎、欸！我想到这一块比较小，原来过来这样是这样。它的这个面包就不会那么干，很软，很松软，对的。哦，这个面包就不会那么干了。我刚刚那个面包好干哦、喔，那蛮好吃的、欸，这真的不错、欸，意外吃到了一家很好吃的吐司。嗯，你来可能会吃闭门羹。我觉得你来，其实它很有几率是开着的啦。嗯，很高的几率是开着的，生意其实蛮好的。后来的啊，对啊，快点啊，下一家。我这家我蛮推的，其实。没过，出乎意料之外的好吃。谢谢老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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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吐司好吃，超大的。哦，这扛棒有够喜欢的。他们开到3点，12月9号要上羊肉吗？到12月12，因为排骨还要上麻烦，很不喜欢。因为他又用干净了啊，别、给他用了，这算有点清纯了、啊。我们那个鹿港那一集喝羊肉乳，那一集是贸易局业配，我就说哦，这个没有很烧，说哦，我喜欢烧一点的，最好上过班，最好在酒店上过班。然后贸易局的人说这句一定要删掉。新竹文化局很赞，一个字都没改，他只改错字而已，其他都没改。哦，我们台中食药署也很赞。我现在拍过最赞的厂商是寿司啊，寿司完全没有在过稿的，而且他只看一天，他完全不在意创作内容。我是很想拍一集，就是我们去年业配哪些东西，然后就大家拍过最喜欢哪一个。拍几个饮品的也不错，新茶跟那个布王哦，宝块也不错。哦，宝块不错。想到 Kiss the Bye， 噔噔噔噔，这个也很温暖，暖胃。现在时间是3:44，即将迈向我们本日的终点了。本日最终站，起来的 Kang 很好很好，火牛牛排，这家其实以牛排店来说，我算蛮常吃的了。啊，可是我们只点一份可以吗？我在坐台哎，它可能是充满牛排味的猫吧。真的，感觉好香啊！谢谢。然后在美村做的时候，有一个有上新闻，就是灰熊，里面有一个人还是在吃牛排。然后记者问他说：“为什么不跑？”说因为他很饿。就里面在烧，然后在后面继续吃。各位观众，今天也吃到蛮多家不错的店。我们点了一个蛮厉害的肉，但我忘记了。美丽，我真的蛮喜欢这家店，因为我觉得它比夜市牛排更好一点。好嫩哦，你当切。哇！粉嫩粉嫩的感觉。这是牛吗？这只猫，你什么时候来都在睡觉。是啊。我那时候看它很久了。哦，我都问了一下，我坐着吃而已。它睡在篮子上面，真的冷。好吃。一整块。面包切上瘾了，他现在把它全部切完。点贵的果然比较好吃。点了一个490的，哇！然后我们吃完了，时间是
吃饱了，好了，火牛还是不错的，我觉得。最早在公益路，然后后来搬到美村路，然后现在搬到这里。以前在新美还可以带狗进去。哦，对对。然后我们今天依照惯例，本日你的最佳猪肉滑。哦，猪肉滑很有特色，可以试试看，特色感十足。对，特色感十足。这间梅果的那个吐司，对，好吃。怎么了？我想不到。心脏痛哦。我其实刚好在想。猫咪咖啡，猫咪咖啡根本没有吃啊，没有吃。那我给披萨好了，披萨，披萨。对，以宵夜来讲，就是感觉没有很负担。我刚刚已经想好了，我没有胡乱的，我说真的，我刚在牛排店就已经想好了。就是披萨，因为我觉得他们比较新，开一年多而已。喜欢小三，开一年多而已，可以支持蛋龟鸭。蛋龟鸭不错，但蛋龟鸭已经太排了。好了，总之宵夜给大家参考啊。今天有比较成功一点，我们总算撑到四点了，而且还一直吃，一路吃吃吃吃吃吃吃。啊，有些24小时咸酥鸡那个我们就没有吃了。好啊，下次有机会再去别的地方吃一下宵夜，看有什么好吃的。再挑一次。我跟你讲，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了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俗气一点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节目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按个赞哦，哎，还要订阅哦。投入感情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很强哎，他超强哎，吹奏高手，真的很会吹。对，如果要找你吹的话，我再跟你讲。好，好，对，当归呀，这是台中日常。你枪有没有带出来？放在家是不是？够配啦，我们都有配。对啊，市政府会发的，市政府会发。